个面料整个升级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等一下妞会穿另外一个颜色，也是超，它是这样子编织的洞洞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整个这个蝴蝶结是做两个在前面，那中间的话是做镂空的，所以里面就是搭一个平口的 bra 它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然后呢黑白撞色就是一样是非常经典的配色给大家，然后它的这个啊肩带是做比较宽版的，所以呢其实它完全不会显副乳的位置，也不会掉，它这个位置啊做的刚刚好。那我身上是有点像燕麦色的，它是夏季冰凉的大洞洞的针织，就是很凉感的，然后没有带任何一点毛。刚刚像 Katie 刚刚穿在正面或者穿在背面有点小性感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